好的，五星体育，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为大家带来的2012年的印度尼西亚羽毛球公开赛的比赛转播。那么在今天之前的一个小时40分钟当中，我们为大家回顾了在昨天进行的本次印尼公开赛的两场四分之一决赛，分别是一场男单的较量和一场男双的较量。那么男双的较量，我们刚才是刚刚回顾了中国选手柴彪和郭振东被淘汰的全过程，而这个过程里头他们输给的对手正是赛会的三号种子，来自于丹麦的摩根森和马蒂亚斯包。那么现在马蒂亚斯包和摩根森将要出场，他们要迎战的是马来西亚的名将古建杰和陈文宏。画面对准的是卡斯森·摩根森，摩根森这个队员右手握拍，他的世界最高排名一度是来到了第一名啊，那是在2010年的11月份的榜单当中。这个队员83年的出生，他的搭档马蒂亚斯·包呢出生于80年，两位队员都是久经沙场的老将了。而这对来自于马来西亚的选手古建杰、陈文宏也不用做更多的赘述，这对的运动员07年全英公开赛的男双的冠军，另外呢在10年的世锦赛的男双项目上面也拿到冠军，这一对的选手从青年时期就开始配对，是彼此之间非常熟悉的一对选手。古建杰是今年27岁，而陈文宏呢今年是25岁。This is on my right, Khoo Kien Kiap and Tan Boon Hyung from Malaysia. And on my left, Mathias Boer and Carsten Mogensen from Denmark. Khoo Kien Kiap serve to Mathias Boer, level play. 好的，今天的比赛开始了。首先是由古建杰来发球。现在在画面下方的身穿深色比赛服的是来自马来西亚的选手陈文宏古建杰，而在画面上方的是来自丹麦的选手马蒂亚斯包和卡斯摩根森。左手握拍的运动员是马蒂亚斯包，右手握拍的丹麦运动员是摩根森。好的，摩根森往前这一分压得很强势。1-2。陈文宏和古建杰在东南亚选手当中也算是很高大的运动员了。这对选手的身高，陈文宏是1.80米，古建杰是1.78米。这对选手个子都不矮。相对而言，对面的丹麦的选手的身材呢要更高大一些，那毕竟是欧洲运动员。3-2。陈文宏的发球出现了失误。包这一分也是发到后场，这一下也是抓了古建杰的一个判断不准，这样的话古建杰的回头质量不高，直接被对方的摩根森抓的。再看这分压得很死。
好球，漂亮。马里亚斯包啊，他在前场这种往前的压制能力确实很强，而且作为一名欧洲运动员，他的这种反应速度是很难得的。你可以看，连续在往前的这种攻击，和对方的压力太大。我们看，又是抓了对方的。我们来看一下，这分是判了一个发球违例。Three, five.Service over. 6-3. Service over.7-4 7-4包的发球。Service over. 5-7接下来是马来西亚选手古建杰发球。古建杰这下也是出现发球上面的失误。8-5。好球啊！马里亚斯包，这下还是压到网口。9-5。这分判断准了，是一个出界，10-5。包和摩根森现在还需要一分就进入到这局的局中的休息。下去消吧。我们看到马来西亚选手所代表的这个吉祥物啊，是一只，应该是一只老虎啊。好的，最终还是摩根森，这下衔接之后的得分11-6。现在赛会的三号种子包和摩根森是5分的优势领先古建杰陈文宏，进入到这一局的局中的休息。这局比赛前半段现在打的节奏很快，20 seconds. Please, coach.
11-6 play.好球，漂亮。这是首发。卢建杰的这一分也是找着马利亚斯包的位置去。7-11。这是首发。12-7。12-7。13-7。这就收发。8-13。好球，马来西亚的这对选手确实，东南亚的羽毛球运动员当中，这种快速的衔接球非常有特点。男双的比赛当中，这种连续的对抗是男双比赛当中最好看的部分之一，节奏非常快。13-9，陈文宏的发球。10-13。这就收吧。14-10。好球啊，丹麦的这对组合在场上两个人的进攻目标很明确，抓住机会以后坚决不放手，连续打陈文宏，打完陈文宏之后呢，这一下找了一个两个人的结合部，刚才的这一下劈杀的速度是220公里每小时。16-10。这就收到。11-16。这就收到。
刚才的这一分啊，最后一下摩根森在往前的这一下，最后是拨到了古建杰的拍面上。古建杰这一分如果是让给身后的搭档陈文宏，也许陈文宏有机会给拿回来。还是刚才把球发到古建杰的后排，机会漂亮。射击双方，这下古建杰是找好了马蒂亚斯包，准备不是很足，这分找得很清楚。13-17，交吧。现场的比分现在在第一局已经是来到了18-13，马蒂亚斯包和卡斯滕摩根森依然握有五分的领先。卡斯摩根森和马蒂亚斯包在这次赛会当中的状态确实不错，他们在四分之一决赛里头打到了柴彪郭振东啊，而且打柴彪郭振东的那场比赛，柴彪郭振东呢没有太多办法。18-13。这次的比赛打到目前为止，这一对丹麦的组合还没有丢掉哪怕一局的比赛，之前的三场比赛全部都是2-0。在第一轮是赢了一对印度组合，在第二轮呢又战胜了一对本土的印度尼西亚组合。发球的质量不高，胡建杰的这个发球先是被对方的包给抓到。我们注意看，这球在摩根森在最后杀球的时候呢，包还有一个上身晃动的动作来迷惑对方的防守，又是一个投后场成功。今天已经多次投古建杰的后场。20-14，这就收到。15-20 Service for court Game。 随着最后这一下的得分，今天的第一局比赛耗时16分钟，马蒂亚斯包和卡滕摩根森现在是以21-15六分的优势轻松拿下了古建杰陈文宏这一对赛会的八号种子，结束了第一局的比赛。稍事休息，双方要进行今天第二局的较量。今天也是本次赛会的半决赛的比赛日，在一号场地上面也将会为大家带来多场半决赛比赛的转播。在这场男双的比赛结束之后，我们还会有其他更多精彩的比赛带给大家，一直要将本次的比赛转播到北京时间的晚上18点。
男双的比赛除了今天登场亮相的这两对选手之外，另外两对分别是来自于韩国的郑在成、李龙大和马基斯·亨德拉。另外两队选手也都是非常强势的搭档。在男双这个项目上面，中国军团可以说是面对着比较强的一个挑战。在08年的北京奥运会上，中国运动员是在自己的家门口丢掉了男双这一面金牌。Second game, level play. 这就收吧，one love。收吧。1-0，1-1。接下来是摩根森的发球。还是坚持在打陈文红这个点，陈文红被对方压制的身体已经是失去平衡。3-1。这判断上面还是比较清楚。往前的相持上面，最终还是包和摩根森占到了便宜。4-1。马蒂亚斯包这个队员在这对组合里头，相对而言他的能力要更强一些，确实在场上负担的责任也更重。Service over。往前处理小球，这下在处理上面出现了失误，想放一个斜线，这球没有能够放过网。4。好球，漂亮！这就收吧。古建杰和陈文红始终是被对方压制住，今天的主动权呢，一直是拿不上手，而且一旦是被对方的马蒂亚斯包现在抓到有利位置以后，这个队员的这种反应速度确实很快，能够看得出来平时的训练质量很高。5-2，5-2。
射就收吧。好球啊！对，高八。今天对方对于马蒂亚包压到往前的这种攻击性，现在没有什么应对的办法。这队员不仅在处理球的速率上面很快，而且球的质量上面控制得也非常好。我们注意看，他这个并不是完全追求速率，只是追求这种压制的节奏，同时在落点上面控制得也不错。6-3。好的，摩根森难得有在后排发力的机会。7-3，比分上面现在已经来到了7-3。再看，还是包在前排。这局比赛打到现在，包的得分占了这对丹麦组合当中得分的绝大部分。Service over。好球，漂亮。场上的比分最终是以11-4，马蒂亚斯包和摩根森现在是以7分的优势强势进入到第二局比赛的局中休息。现在看来，古建杰、陈文宏想要阻挡这对丹麦组合很困难。基本上我们可以期待一下这对组合在决赛当中和郑在成、李东大，或者是另一对组合啊，亨德拉那一对组合的对决。20 seconds. Please be back on board.
11-4, play.好的，在落点上面的一个变化，又是晃了一下对方的前排的运动员。12-4，古倩杰、陈红红今天有点完全跟不上。古倩杰、陈红红的现世界男双的排名呢是排到第八。2010年的时候，他们一度是排到第一位。13-4。确实，在男双这个项目上面，在丹麦的这对组合马蒂亚斯包和摩根森，包括印度尼西亚的基多和塞提亚万，另外韩国的李荣大、郑在成。包括中国的蔡云、傅海峰，能力都很强，彼此之间的实力差距确实也不大。哇，连着打对方的古建杰。啊，古建杰这下终于是被对方打倒了，没有办法了。古建杰想抓这一下回起来的机会呢，调整一下位置，因为这下已经被对方给抓死了，连续被对方抓，所以这一下呢在自己的回球质量上面也没有什么保证。 14-5，service over。发球上面送了对手一分，6-14，古建杰的发球。14。service over。15-6，好球。16-4。这一分应该说对对方的这一下的压制，包括之前的防守上面的这种坚韧程度啊，马蒂亚斯包自己也打兴奋了。下一首吧，7-16。17-8。
场上的比分现在来到17-9，但是马蒂亚斯包和摩根森的手上还是有着巨大的领先优势。好球，发球被对方的摩根森抓到了。18-9 19-9，再看，刚才还是在压制对方的胡建杰，胡建杰已经是被对方打得没有什么脾气了。第一局的比赛呢，一直是胡建杰站在场地的左侧进行防守，陈文宏在右侧，而这段时间呢，一直是胡建杰在场地的右侧，陈文宏在左侧，双方进行了调整。场上的马来西亚的这对组合被对方压制得很厉害，而场边的这个吉祥物应该是马来西亚的豹猫啊，这样的一个动物引申出来的吉祥物，在场边现在情绪上面也很难亢奋的起来。19-11，最后这下冲拍了，20-11，九个晋级点。包和莫根森进入到这次赛会的男子双打比赛的决赛，应该没有太大的疑问。刚才的球有一点滚网，好，最后一下在往前处理球上面，陈文宏处理的太随意了，也是有一点无心恋战。那么耗时35分钟，今天的这场男子双打的半决赛，在三号种子马蒂亚斯包和摩根森之间的这对组合，最终是以2-0战胜了来自于马来西亚的胡建杰和陈文宏，进入到了本次赛会男子双打比赛的决赛。